这次的救援任务大家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向建祥驰援，救援完成的很圆满，无兵孟凡，临危不乱，在此提出表扬。但是有一个同志的表现呢，是让我开了眼的。李希成。 你违抗命令，私自进入火场，未带空气呼吸器，错误性质非常恶劣。现在决定停止你一切救援任务，只负责后勤卫生工作。解散！报告！我不服！我确实没有遵守命令，但那也是为了救人啊！被困人员都会被烧死了，我不能不救。你救出来了吗？解散！走了。